你怎么了？就是心里闷得慌。见到梅姑娘了吧？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开南，如果为了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让你痛苦一辈子，实在太残忍了。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和梅姑娘两个人。你今天是怎么了？ 从来没有对我这么温柔过呢。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你刚才去波菲那儿了，我早就觉察到了，你和他之间彼此很喜欢，对吗？可是我们只是谈得来，我们也没做什么。嗯，我知道没有做什么，我是想说你跟博飞他如果，这话我该怎么说呢？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不拘泥于繁文缛节的人，而且我对贞操这些问题也不看重。我是想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你遇到合适的人，你尽管去相爱吧，做什么都可以。 哪怕这个人是我的哥哥，凯南，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有一天你打算离开我，我不会怪罪你的，我反而会很感激你，因为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受了很多委屈，长夜漫漫，寂寞难耐，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想把你的一生都毁了，更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梅姑娘。 来试试鞋子。哎，这是给谁做鞋呢？还能给谁做？给我孩子的爹爹呗。你说什么？我有了。有了？刚才吴大夫给把了脉，说可能有喜了。真的？好，你们。 你怎么就知道是儿子呢？哼，错不了，肯定是儿子。你怎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孩子一生下来就不是我们的了。让他们见鬼去吧！周奎。 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踏进梅小姐房间一步。老爷吩咐了，让梅小姐好好养息。你出去了。梅小姐，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啊！丫鬟的身子，太太的命。什么太太的命？我不稀罕。 想死你了！婉欣刚出去募捐，我就跑回来了。你看，我的心都不跳了。我喜欢这种感觉，这种透明的感觉。我也是。 梅先生，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到这里来谈。我这里是绝对秘密，绝对安全。如果写信，收信人的名字就写周梅玲，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你很聪明，大东亚是一家人，是是，帮助了日本皇军伸展，就是帮助你自己哦，明白吗？啊，明白。わかりました。我的非常的わかりました。这是我草拟的合作计划。 过一会儿再回房间。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子啊！我可不愿老是那么鬼鬼祟祟的。我正在想办法。可南，你会不会嫁给我？可是婉欣呢？婉欣表妹怎么办呢？ 在我的一生当中，现在你是最重要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可是你离开得了婉欣吗？你想过后果没有啊？要是父母亲不同意怎么办呢？我想过了，我们可以在外面先租一间房子，给她造成既成事实。莫非我要是成了你的太太？ 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你还会是全天下最受丈夫喜爱的太太，最受丈夫娇宠的太太。可是你真的不会后悔吗？不会觉得我的爱是你的累赘吗？会啊，可是我心甘情愿。 可是我还要等多久啊？大概还要一段吧，可能2、3个月。婉欣刚刚离开了家，我再突然和她分手，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双重的打击。再说她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好怕失去你。 像我天天盼望的就是可以跟你见面，每一刻，每一分钟。我已经在朋友的旅馆里开了房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我总担心婉欣她。你放心吧，婉欣对我绝对信任。可是这样我就更为难了。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尤其我对婉欣是一点恶意都没有的。要是你的良心上有这种感觉，那就让我来承担好了。我并不是一时冲动做的这个决定，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不能放弃你。这是我的决定，不是你的。好，我答应你。 狗吗？被我灌醉了。坤哥，啊，他在里面跳呢。真的？像你就会翻跟头。嗯，哎，让我听听。你笑什么？我笑他呀，跟他娘一样，还会唱戏呢。去你的！真的啊，林美，不信。 你听，唱，看把你乐的，我能不乐吗？你想，等孩子生完之后，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就自由了。到时候也可以孝敬咱们爹了。嘿，抢的！你看你都快当爹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啊，快把新鞋试试，快做好了。怎么样？不大不小，正合适。那我就放心了。你快走吧，小心被张家的人发现了。不，这样吧，我藏在床底下，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别说傻话了，张家的人找不到你会发疯的。赶快走吧。哎，对了，那个混蛋少爷还来捣乱吗？ 快走吧，我走了。坤哥，啊，想到你都会疯了，他说你什么都别说，你就是我寻找的爱情，你就是我的爱情，不管是离婚还是已婚，我们连接在一起。你怎么了？我说错什么话了吗？你怎么突然伤感起来了？ 你能告诉我我算什么吗？我什么都不是啊，非妻非妾，连一个女戏子都不如，连伯雅都敢明目张胆爱他。肯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不是吗？社会永远是站在男人这一边的。一个男人要是有了外遇，他们只觉得是找乐子，可是女人呢，又有了婚姻的束缚。 甚至不能寻找自己的快乐。他要是婚姻不幸福，就只能忍气吞声，装聋作哑。他有风流韵事，社会又会怎么说啊？要是人们发现我们在这儿，谁知道是你追我还是我追你呢？陪大子怪的都是我，不是你。因为我是个女的。凯南。 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吗？要是我们现在被抓了，大家一定觉得是我勾引你，不是你勾引我的。你的家人会骂我无耻，社会会评判我有罪，老百姓可能还会用一些不真啊或淫荡什么字眼骂我。不会的，永远都不会的啊！ 我们是自由恋爱，凯南，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莫非你能确定你不会抛弃我吗？我是说永远，永远。总有一天你会不喜欢我的，不会有那么一天。莫非？ 只要你有一天需要我、爱我，我就可以当你一天的情妇。什么情妇啊？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妻子吗？妻子是妻子，她有一张超越你的结婚证书，她是某某太太，是受到保护的。可是情妇就没有这种权利了，所以她会精心讨好她的男人。 你能想象一个太太像情妇般的爱人跟被爱吗？听说过这句话吧？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还不如偷不着。那我是不是在偷你？你说呢？你知道，博雅不爱我，我也不爱他。我们之间是冷淡又残酷的。可是对你，是偷是窃还是妻，对我都一样。 有我这么死心塌地的爱你，还有个傻表妹，你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那我要是让你偷不着，你会不会觉得更刺激？那我就杀了你，让谁都得不到你。 好了，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你可以走了。这些钱我可以不要，我只求老爷太太再多留我些日子，等到灵妹把孩子生下来，我就……那可不行，咱们可事先说好了的，还定了契约。事成之后，你离开张家，我们可是照章办事，一分钱也没少你的。 我是放心不下灵妹和孩子，就这样走了，我心里边不踏实。哼，你有什么不踏实的？这个孩子虽然说是给了你们张家，可他毕竟是我和灵妹的亲骨肉。混账！我看你是得寸进尺了，啊？你吃老子的，喝老子的，还睡着老子那女人。 你还要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孩子一怀上他就姓张，生下来他也姓张，他天生就是我张老爷的儿子。你，那就让我再看他一眼，跟灵妹说声再见总可以吧？不行，梅姑娘有孕在身，禁不住你再去折腾她。我偏要去。 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今天他妈的豁出去了！哎，别了，干什么呀你们？哎呦，都是一家人，何必大动干戈呢？啊，你说呢？哎呦，老爷，哎呦，消消气！你看你啊，你哪能跟晚辈一般见识呢？啊，哎呀。 周坤啊，要不你现在就去跟梅姑娘道别，可时间别耽搁了，送你出城的船都预备好了，去吧。我饶不了这小子，小不忍则乱大谋。 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老天爷要变脸了。坤哥，要去很远的地方吗？是，他们不会让我在这儿待下去的。 你自己路上要多多保重，我不在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放心。啊，对了，这是张家给我的工钱，你留着自己用。不，还是你留着用。俗话说，穷家富路。灵妹，你就别争了。我一个大男人，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倒是你日后养孩子需要用钱。 让我再看看咱们的孩子好吗？还在娘肚子里，哪能看得到？看不到总能听得到吧？来，让我听听。儿子，出来吧，出来叫一声爹。你怎么了？没什么，我是高兴的。这我就放心了。我就是怕你伤心。坤哥，你这一走，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建。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接你。 我知道你会回来接我的，可是我就怕。别怕，什么都别怕。坤哥，不知道老天还让不让我们相见？一定会的。到时候我再回来娶你做老婆，咱们再试一步。 大哥，老让您上路了。坤哥，回来接我。 经理了啊，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吧？老爷放心，天衣无缝。抽起大烟来了，我心烦，我想抽。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啊，你是诚心想给我生个傻儿子？我问你，我坤哥那天是怎么走的？那坐船走的，啊，还是我派高管家把他送到码头上去的？我坤哥说到了地方就会给我来信，只有一天的路程，可是今天都7天了还没给我来信。 眼下是雨季，河水呀涨了许多，船走的就慢，逆水行船就更慢。别着急啊，现在最要紧的大事是保住胎儿啊！给我，我得需要宝贝儿啊！等你把儿子生下来，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嗯，这金钱、洋房、汽车啊，你随便挑。 别说这点烟土了，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说话算数。算数，绝对算数。我一定让你穿金戴银的去和你的坤哥团聚，好不好？你家的钱我不稀罕，我嫌脏。中国文化的奥妙之处就在这里呀、啊。一局牌，就像一场战争，机制、运气，还有策略，都在里面。还有你们中国人见风使舵的性格也在里面呢。主编先生真是一个中国通啊！梁先生，我今天到这里来，万万不会知道吧？放心，我这里绝对秘密安全，外人一律不准入内。家里就是大夫人、二夫人，还有一个小夫人。小夫人的，懂吗？懂，当然懂。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小夫人就是小妾，日本又叫做米考起，意思是说，男人工作累了的时候，眼睛和手都需要一个寄托。是胡总，小妾就是男人的眼靠和手靠。哦，我的这个米考起可不一般呐。 过去是唱京剧的，就是白板，就是中国的京剧。我跟你们写的啊，明白？明白啊！我很喜欢贵国的京剧，我在上海的时候看过。哎，两位，男扮女装，美妙极了。渡边先生不愧是大学教授啊，博览众才。哎，九条。 说起日本的文化，我认为比中国还要伟大。中国应该向日本好好的学习。要记。杜宾先生，这就是小妾为例。哇，张先生的米考起果然是漂亮极了。 听说你的京戏唱得很好，渡边先生问你呢。啊，张先生，改日我专门登门拜访，听梅小姐唱戏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最近小夫人身体不便，等把孩子生下来以后。 再请渡边先生到府上来，多多指教。这儿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他就是这个脾气，渡边先生不要见怪啊。张先生，日本皇军就要打到此地了，皇军就需要你这样的良民来合作。等我们大和纺织株式会社一成立，你会更加发财，发大财。好，老板，我又糊了啊！哈哈哈哈哈！ 叫管家送你回去，再见，再见了。是我，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深更半夜的，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心烦，出来溜达溜达。神经病，吓了我一跳。哼，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有什么好吓的？哼。 我的小乖乖呀、啊，想死我了！讨厌啊，还脾气还不小啊！刚才听见没有？日本人都夸你长得漂亮了，以后啊不要叫小妾了啊，叫这个米高奇，多好听啊！米高奇。我看你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你要跟日本人合作，就得学着说日本话。わかりましたか？明白吗？你到底干些什么勾当？你是在出卖我们中国人！你可不能声张出去。这要是成功了，我就能发大财。到时候我娶你做太太啊，你就一辈子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喽。我才不稀罕。那你稀罕什么？良心。良心管个屁用！我告诉你，中国人绝打不过日本人，而日本人一定要用中国人统治中国。到时候在南城成立一个新的汉人政府，我跟他们合作，哎，说不定还能当个市长呢。哎，帮助中国人统治中国有什么不对呀？啊？你这是什么？啊？是秦桧的勾当，是卖国！你个小贱人，你敢教训我？哎，你不也卖吗？你卖的是良心，你更下贱！我他妈！你这打呀，打呀，打呀！哎呦，老爷啊，那可是你的孩子，你就舍得打呀？你又来添乱！好端端一个梅姑娘，都是你给教坏的。老爷，那你可就冤枉我了。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说我坏，那我又是谁教的我？哼！妹妹，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看，这是谁的鞋啊？这是坤哥的鞋子，你没看错吧？不会，是我亲手给他做的，怎么，坤哥出事儿了？你别着急，你知道你坤哥现在在哪吗？坤哥当晚就坐船去了南浔镇，这鞋子怎么会在你手上？你呀，你被他们骗了。什么？坤哥他……嘘，别出声。我带你去找他，不过你要答应我，往后无论碰到什么，你都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嗯，走。我亲眼看见老爷派人跟在周坤的后面。第二天早上，我就在井边捡到了这只鞋。你看，这井里的人是谁呀？啊！妹妹，妹妹，往后我要做了副市长，你就是我的秘书，不要再叫管家了。哎，老爷，嗯。这个秘书是个什么官啊？秘书。老爷，阿香说梅姑娘她昏过去了。什么？出什么事了？老爷，我也不清楚。叫你们照看我仨，你们都干什么吃的？你们是怎么照看梅姑娘的啊？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梅姑娘从外边一回来，气色就不好，躺在床上就发起烧来。她出去了。梅姑娘和二太太从后门走的，我们不敢拦。他们出后门干什么？你们这些吃闲饭的，要是他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闪失，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滚，滚呐！快快，我看看，怎么了？你这个王八蛋！快快啊！烧糊涂了是吧？不要紧啊啊，没事。我。 要注意肚子里的孩子啊！张姐夫，这个该千刀万剐的，你说，陆坤哥是怎么死的？是谁把他害死的？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这孩子你就别想要！别，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怎么会知道呢？啊！你还装蒜！ 我真不知道。你看，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坤哥，你死得好惨啊！坤哥，我要为你伸冤呢！坤哥，老天，你要为我们伸。 来人，快来人！赶快去请卢大夫。哎，你说会是谁走漏了风声呢？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管这个？保住孩子要紧。是啊。 这孩子是老张家的命根子。可是老爷，你再怎么心疼梅姑娘肚子里的孩子，她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是啊，这万一要是流了产，该怎么办呢？那你说该怎么办呢？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梅姑娘赶紧喝保胎药吧。嗯。 保住孩子是最要紧的。是，我这不把吴大夫请来了，让他先给梅姑娘把脉，看伤着孩子没有。他妈的！哎，你说，老爷，这肯定是你狐狸精干的，你留着他干什么？哎呀，他算个屁呀！当务之急是保住孩子。 吴大夫啊，吴大夫，怎么样？梅小姐的病是受了惊吓和过分悲伤引起的，已经有了早期流产的征兆啊！望二位切不可以掉以轻心，以免前功尽弃呀。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呢？先给他吃些保胎药，然后再调养精神。他若有什么要求，就先满足了他。 满足他！那小贱人居然提出来，要给那臭小子披麻戴孝！哎呀，张老爷，能伸能屈大丈夫，更别说天下之最，无后为大。哎呦，就是啊，老爷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是？好，哎呀，太太。 你替我送一下吴大夫，吴大夫，我有点急事，失陪了，去。啊，大太太，我也告辞了。哎，吴大夫，请留步，请坐。吴大夫。 我有一点小礼物想送给你。哟，大太太，这我可不敢收啊。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啊。吴大夫，我自然是不会让你白收的。大太太要我干什么？吴大夫，我年轻时候的模样。 你可还记得？自然记得，大太太年轻时也是光彩照人呐。是啊，光彩照人。张家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就是我和老爷一起同舟共济走过来的。如今，我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给老爷留下个儿子。想起这事儿，我就心碎。 如今的张家是家大业大，吴大夫，你说，我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几十年含辛茹苦打下来的江山拱手相让给别人吗？大太太，你不要太伤感了。是啊。 是啊，吴大夫，我们张家是怎么发起来的？你恐怕早有耳闻了吧？如果不是我父亲在上海开银行给介福撑着，他不会有今天的。吴大夫。 日后梅姑娘给他生下儿子，这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你是知道的。再说，这孩子还不是亲生骨肉，这个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这个孩子长大了，知道了真相，他能不闹吗？到时候，张家的江山社稷不保不说，恐怕就永无宁日了。那。 大太太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生下来。吴大夫，您是明白人，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张银票，您到上海我父亲的银行去换取。 梅姑娘，趁热把药喝了吧。梅姑娘，这是老爷太太吩咐的，赶紧喝了吧，不喝药就凉了。梅姑娘，你要是不喝，奴婢就不起来。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算把我拿捏住了。只要你把药喝了。 我答应你，7天之后给周坤设灵堂送葬。啊！坤哥，回来接我。 妹妹，我想问你，你肚子里的孩子还想要吗？那你就把这药喝下去吧，喝下去，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没有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真的以为这是保胎的药吗？我的好妹妹，你真傻呀！我早就看出来了。 大太太是不会让你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的。为什么？就算这孩子将来什么也不知道，继承了张家的财产，可是这跟大太太又有什么关系？她会袖手旁观吗？怎么？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懂一些了。 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大太太给吴大夫一大笔钱。这种时候，他们还能有什么交易？交易就是这汤药。所以，你们若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就只管喝好了，让张家这两个狗东西鸡飞蛋打。